我搁那养了，我都不想养它了。我不能养它了，我害怕了，妈下次还在咬，我害怕了。我那狗从来没咬过呢，半天就是声音没了，它还不咬。刚刚小孩用别人的手机打电话过来说，他出去遛狗的时候，然后被其他人家的狗咬了。我现在去看一下子，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，我也不知道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，先去看一下吧。喂，我来了。啊，现在喊我直接开车过去，直接去医院。你要肿了，肿了，其实是肿了。这块都肿了，天！哎，那能不能从我左手那边输一下？你觉得这东西是要是你想从哪儿？医生说打哪个包就打哪个包。对，人家医生要打哪儿就打，要打伤口那边的，很痛的。不打伤口，不打伤口，那打下巴去洗，好像是肥皂去洗。我在跟我家狗玩呢，然后他们忽然我就被咬了。哎，现在到了，到这个医院这边了。刚刚我也听到了，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小孩跟我们家狗正在玩，然后另外两个狗呢在打架，打到小孩这边来了，然后那个狗一口咬错掉了，咬到小孩手上了，还蛮深的呢，感觉。泡泡，懂了。既然今天可以，那明天运气肯定会很好。你怎么这么开心了？我觉得。我今天心情本来就不是很差哈。这个是因为家养的狗都打过疫苗，没有什么都打过疫苗，对，没有疫苗本子。啊，被狗咬了挂了号。啊，是微信还是支付宝付钱？来，到五楼。你小时候打那是就正常打个针对吧？痛的要死。不是吧？你别打屁股是？你小时候打房子那打屁股啊？我小的时候是啥情况？小孩被狗咬了。你说，几个牙印子？身份证带了吗？没有。是被猫还是被狗啊？被狗。什么狗？流浪狗？不是，柯基。家里的狗。嗯。家里的狗打过疫苗？打过了，打过了。打过了是吧？嗯。咬的，牙齿咬的。嗯。冲洗过了吗？伤口？没有。没有。没冲啊。之前也没打过狂犬疫苗。嗯。首先要冲洗，冲洗呢两个方案，一个是在我这边用专业冲洗液冲洗，我这边是收费的，95块钱。还有一个方案呢，就是回家用那个自来水一边冲一边在伤口上涂你洗衣服的肥皂。不用回家，就在这边冲吗？就在这冲。嗯。要考虑的是要不要打，给他打这个被动免疫制剂。这个呢是相对于疫苗来讲呢，它是一个现成的一个东西，就是老百姓说的血清蛋白，很痛的打在这个伤口上面。价格呢也比较贵，这个可能要。它有什么作用吗？作用就是在疫苗产生抗体的这段时间内保护你，它是比较直接。那如果就是大多数人都不打，因为它很痛。那不打。你要听你家里的。听我家里的。谁打不打？谁要？啥？我觉得不用打吧。啊？不用打吧。你们家那小孩以前打没打？我家小孩没打，我家儿子也没打。那不打，都没打。你就不打呗。那就冲洗一下，然后打个疫苗，然后现在那个按照指南推荐，还要打个破伤风啊。嗯。幸亏明天是礼拜六，要不然你学都上不了。你的手呀，肯定要写字啊什么的吧。这打几针呀？打五针。哦。这费用是一下子付完是吧？一针一付。哦。一针一付，钱都是一样的嘛。对，每针都是一样的。哦，打针当天不做剧烈运动啊，然后茶、咖啡、可乐不要喝，鱼香辣的海鲜不要吃啊。今天这个冲洗在6楼。破伤风呢是就打一针蛋白，好吧？我们狂犬疫苗是一针一收费的，每针都是77。这边交个费。不是多少钱？我是不是钱不够？360块半毛。他不是一个秋洗的90几，一个打针的77几，还有什么钱？还有这个破伤风的这个。哦。来，好了啊。好，让妈妈去洗。然后冲洗一下，然后还要再打个针。对着冲啊，一共是16分钟，到时候会自动冲的。就这样冲了，冲16分钟。妈呀，
你这个水的话就是普通的水还是什么？里面还是消毒液。哪个狗搁那养了，我不想养它了。不能管你的狗，要管那个小的。我不能养它了，我也害怕了，妈下次还在咬，我害怕了。我那狗从来没咬过人，反正就是省一摸了它也不咬。它这次也不是咬人，它是要咬狗的，但是咬的我是。打膀子是吧？那我以前怎么是打屁股啊？我那个蛋白打屁股。哦。那我有要打屁股的不同。打屁股是扩张共振是吧？对，还真有。那你这小孩完以后打的时候，我每天把他带过来，到那天我把他带过来打。你带过来？随便，你看是怎么安排。小时候我有时候捶他，有时候不捶他。要是我们带他打的话，你就把那个钱转给我们就行了。就是两块钱疫苗钱，还四针是吧？今天打了一针了。对。行了，这没问题。妈，等下我多转100块钱，这不麻烦，给小孩买两瓶牛奶喝。我家儿子说的，我给小孩买的吃的说的，我也跑。都没有哭啊他。女孩子基本上都会哭的。你说咬的时候啊。反正我家姑娘对咬的时候也没哭，也没哭。他就在这里面上，不是，他在那个等级，然后光在那打你。这个针的话，一直要打到6月21号，隔段时间就要来一次，来4次以后的话，才能把这个针给打完。我们以后我们自己带小孩过来打针吧，不用那个女的过来了。